伤远啊！救命！真系松好多喎、啊、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猪猪，今日想同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嘅运动，呢个运动三秒钟就可以解决肩颈膊痛嘅问题。呢个运动系由一个日本嘅专家，亦都系个 YouTuber， 佢曾经拍片亲身示范点样三秒钟之内可以舒缓颈梗膊痛，结果呢条片系有足足400多万人点击，所以今日咧我打算模仿一下佢，睇下系真系咁 work 先。我哋嘅事不宜迟，即刻开始啦！首先我哋测试一下我哋系咪有颈梗膊痛嘅症状先，我哋将个头。左右咁样摆，呢度咁样拉住嗰阵时咧，好似拉扯咁样样咯。之后我哋就好似佢咁，将只手慢慢咁样放开，跟住向后，背脊咧尽量系挺直少少。我哋尽量 keep 住呢个姿势，将两只手摊开放松，尽量向后伸展，试下将个头慢慢咁样移先。咦？真系松好多喎、啊！做呢个动作嗰阵时咧，你会系觉得？有啲热，但系真系好爽喎、啊！快啲试下，好神奇啊！好，咁我哋而家嚟第二个动作，只手咧要去到个耳仔个位咁高嘅，手指咧系平啦，拉直，拍去一边墙度，然之后咧，我哋将个身咧系反方向咁样拉扯，呢度系好酸软啊，呢个位置啊，好酸软啊，要数十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好辛苦啊！救命！好痛啊！好，跟住，而家我要向难度挑战一下第三个动作。佢呢度咧就话将只手掌咧系要咁样成90度拍向墙嗰度，然之后咧就将个人反方向咁样拉扯嘅。我只手掌我想讲我拍唔到。我系拍唔到落个墙度咯，系有罅噶，大家见唔见到？唔得，我啲筋骨上太硬啦，救命！跟住咧，我哋尽量放松少少，将个人慢慢反方向咁拉扯。呢个手呢个位系劲酸软啦，呢个位又劲酸软啦，呢个位又劲酸软啦，真系好辛苦啊！做呢个动作，再嚟个。放翻落嚟嗰阵时甩臼咁滞啊！等我而家试埋右边膊头先，重复翻刚才嘅动作，将只手移去大概耳仔嘅位置，放平拍去墙嗰度。咁我而家尽量将个人咧系拉去反方向 ，hold 住10秒，跟住同样一个动作，将只手贴去墙嗰度。诶，我呢只手好似柔软啲，点解嘅？系咪右手成日都运动呢？跟住就将个人咧反方向拉扯。大家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，都要适可而止，唔好勉强。做完呢个动作啦，好神奇喎、啊！个膊头真系松咗好多喎、啊。嗱，虽然咧做嗰阵时咧真系好辛苦啦，你 feel 到咧呢度咧又好刺热啦，呢度咧又好拉扯啦。但系做完之后咧，成个膊头同埋呢个嘅肩膊呢个位咧，真系松咗好多啊！我知道大家一定好似我咁咧，成日都耷低个头睇电脑、睇手机，咁就会搞到我哋条颈呢个肌肉位置咧非常绷紧啦。所以头先一连串简单嘅动作咧，大家得闲无事嗰阵时咧都可以做下，舒缓下颈紧膊痛都几爽噶。大家快啲翻去试下啦！咁今日时间就嚟到呢度啦，未 subscribe channel 朋友仔咧，去 subscribe 个 channel 啦，揿埋隔篱钟仔，咁样新片就即刻通知你噶啦。中意条片可以俾个 like， 仲 share 条片出去，帮埋 IG 同 Facebook， 仲有咪咪啊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